科技新贵最爱私宅开箱，十万元打造清爽现代风格。你没看错，你看到的全部家具加起来竟然不用十万元哦！看看霍以家配师怎么样帮屋主省钱打造美美家居。霍以，好好生活到你家。一进门看到这款中间镂空的玄关柜，明亮的黑白配色，巧妙的把家营造出内外区隔。别只看它漂亮，还收纳量惊人。客厅式门面更是家里配置的主轴。屋主喜欢简约现代风，地板用的是灰色亮面瓷砖。家配师特别选用温润木质家具做配置，并由大到小开始定位格局。一字型三人沙发进步压迫狭长空间，科技布的材质不易粘尘，不用特别打理，每天回家就可以轻松躺平。木质吊着电视柜，让客厅看起来清爽大方。小小的茶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为家居增添自然气息。这套岩板餐桌椅当然也包含在这十万以内。屋主喜欢令人感觉平静的卧室氛围，家配师建议他选用深木色的床架，再搭配蓝色和灰色的床包。换季收纳衣服很烦恼吗？一个四门衣柜把东西收好收满，整齐分类。次卧室屋主准备的客房，想要营造轻松不一样的感觉。十万元就可以打造的小确幸，想知道霍以怎么办到的吗？来门市找家配师聊聊吧。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